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在汉代，帝王贵族们都相信，如果死后灵魂与肉体永不分离，那么来世就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于是他们死后便会穿上一种特殊的脸服，相信这样便可以永恒不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便是这种特殊的脸服——金缕玉衣。玉衣也称玉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着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近。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在我国西汉时期，王侯贵族们非常喜欢玉石，他们生前将玉石打磨成各种形状的装饰器具，而死后也将这些玉器一同葬入他们的墓穴。除了对于玉石本身的喜爱之外，他们还认为玉能寒湿，有保持尸体不腐的作用，于是便制作出一种以玉石连缀而成的服装。在当时，上至帝王，下到王公，都希望死后能够穿上一件玉衣。其实以玉为衣的渴望在更早之前便存在了。玉衣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周朝的玉覆面。玉覆面是一种将玉石片连缀起来覆盖在死者面部的面罩，其形酷似一张人脸，有精心打磨的玉片覆盖住人的额头、眉毛、双眼、鼻子、嘴巴和耳朵。每一块玉片都有穿孔，用以缝制在丝织物上。这种玉覆面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丧葬礼器。到了汉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才真正实现了以玉为衣的愿望。王侯死后便会穿上一件华丽的玉衣，那么真正的玉衣是什么样子的呢？玉衣入葬的风俗集中在汉代，在随后的几千年里，人们已经慢慢地将这一风俗忘却，关于玉衣的记载也是凤毛麟角，就连考古学家也并没有真正的见过玉衣的模样。直到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一座汉墓的发掘，才为世人揭开了玉衣的神秘面纱。满城县这座汉代古墓的主人是汉代中山靖王刘晟。在这座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墓室里面，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古书中记载的金缕玉衣。这套玉衣保存完好，整套玉衣共使用了2498块玉片，并由1100克左右的金线将玉片连接缝合而成。在汉代，帝王以及部分显赫贵族的玉衣由金线缝合，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用银线、铜线编造，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中山靖王刘晟的这件玉衣以金缕编造，是一件名副其实的金缕玉衣。刘晟墓金缕玉衣的发现，填补了考古学上的一大空白。在此后的考古工作中，人们又陆续发现了几件玉衣，到目前为止，全国总共发现玉衣20余件。在这些玉衣中，年代最早、玉质最好、工艺最精湛的要数江苏徐州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1995年，在江苏徐州楚王陵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精致的汉代金缕玉衣，它长1.74米左右，由4248片大大小小的玉石组成。这些玉片全部采用上等的新疆和田玉打磨抛光而成，表面异常光亮温润。
玉片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它的面积从1到9平方厘米不等，厚度在1毫米左右。每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经过严密设计和精细加工。金缕玉衣是根据人体的体型，分别采用不同样式的玉片连缀而成，从头到脚连成一体，非常像古代的盔甲，平和的天衣无缝。整套玉衣晶莹剔透，光亮华丽。金缕玉衣的发现证实了古籍当中关于玉衣的记载，人们得以亲眼看到了这种华丽而又精致的特殊脸服。他们的出土不但对于研究汉代丧葬制度和玉石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汉代人细腻的制作工艺和高超的制作技巧。玉衣的制作过程极为复杂，首先需要按照人体的不同部位雕琢出大小不同、规格各异的玉片，然后还要经过其他10多道复杂的工序，最后再用金线把玉片连接起来，制成一件完整的玉衣。然而玉衣的材质为玉石，玉石质地坚硬，并不能像普通的衣服那样妥帖的穿着，制作者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制作者将玉衣的躯干部分分为前片和后片，前片按照玉衣主人肚子的大小微微隆起，后片的缝制要与臀部的曲线相应。整件玉衣按照四肢、躯干、头颅的不同部位分别缝制，在下葬前再将它们套在尸体之上，并完成最后的缝合。据考古人员推算，制作这样一件玉衣要花费一个工匠10余年的功夫，它的价值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厚葬是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但是以如此昂贵的金缕玉衣作为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公贵族们保持尸骨不朽的心愿，反而招来了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代亡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入葬的风俗也便在中国历史上彻底的消失了。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中国有很多座孔庙，但是位于山东省曲阜市的孔庙却是中国的第一座孔庙，它是如何逐渐发展成为了仅小于北京故宫的中国第二大古建筑群，又为何说它是2000年来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见证？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曲阜孔庙。